秘境是最，是反光镜跟交界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米。今天第二天。现在几点钟？7:30。其实上班都没那么早。对啊，今天很早起，大概6:30就起来。你们要说眼睛肿，我应该有点肿。你今天去哪里？潜水。早上潜两只。对，我就来潜水，期待。今天装备带什么？记得。早上就先吃一点早餐，然后吞一颗晕船药。有准备出海啊。晚点带妹船上看看。好天气耶！哇，真耶耶耶耶！绿岛的天气都不会让我们失望。Never and never. Yeah. Yeah. 你的船是哪一艘？应该这里吧，准备要下去了。对，这边已经很多人了。赶快上去补一下，下面好多人。对，上去补一下那个防晒脸，我已经有口罩脸。对啊。这太阳很猛烈。很猛，很猛，真的很猛。没有，没有用到，就先不要搬下来。我们拿我们的就好。对，先拿装备中。我们的船。好好，我拿下来。好，我也要来去帮忙了。太阳也凉了。老公现在在擦防晒妆，这太阳已经很了。等一下要准备装你的装备。太晒了，晒。还要准备出船了，在船头的地方。重点地方开船。哦，对，这个热度。早上四只潜完了，然后洗了个热水澡，刚才其实已经睡着了，超好睡的。其实已经睡着，我突然惊醒啊，忘了跟你们报告行程了。我们两个都有晒黑一截。嗯，对。今天的太阳很猛烈。嗯，戴面镜。来到绿岛最热闹的地方，啊，吃晚餐，这家叫罗师傅，我来吃桌菜。好，吃什么？耶！
各位抱歉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晚餐顾着吃，忘记拍了。I'm sorry。好，带大家去晃一下哈，看绿岛晚上有什么东西。吃饱饭要做的就是喝酒或夜游。嗯，我们先去晃一下，晚点再回去，走吧。好，我们准备上山喽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带老婆去一个神秘的地方，没有人的地方。Magic。 好，我们现在在朝日温泉，然后蛮多人下去泡汤的。嗯，对，听说那个朝日温泉已经变私人营运了，可能是换那个企业主，不知道。然后我们没有要下去朝日温泉，之前有去泡过，还不错，没有来过可以去，可以去。那朝日温泉停车场往里面一点点有一个步道可以走上去，一个大平台。对，它叫什么？帆船。帆船鼻。帆船鼻。对对对。我们来看一下天空。上面就真的很黑了，然后可能你们就看不到，可能白天看会比较清楚。嗯。那晚上的话，可以带另外一半在这边。你知道的。你知道的。哇哦，应该很多情侣哦。对，蛮推荐的，蛮推荐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光是从哪来的吗？噔噔，摩托车。好，出发。好，出发。很快的，要回到房间了。对啊，度过了一个小小浪漫的。开心。开心。休息一下，下去跟朋友聚个会吧。好，七个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们就民宿家。Oh yeah。Yeah。你看我们中午吃什么？什么汉堡？野浪。野浪。哦、野浪汉堡，好像很红。很红哦，不好买哦。我们是请那个。对，朋友认识，汤豪朋友认识。对，要订的话，请找汤豪。我吃的是酱爆，哇塞！我这应该牛魔王吧？那是花生口味的。上面还有印章哎。对，它上面还有可爱的印章哎。哇，你看它的那个。哦，我最爱这种汉堡。耶，我们等一下。它里面有培根呢，你一定爱。然后配个可乐，完美，好不好吃？我有点冷掉。冷掉了。要洋葱的，要自己挑掉，因为都没有办法控制它。嗯。来一起来，就听到汉堡好了。对啊，来之前就掉了。弄歪一边了。那个很不错。嗯。换哦。然后先去那个。等你回来再去吗？秘境之最，是反光镜跟那个黄色的，那怎么讲？护栏。护栏对，黄护栏跟土色护栏的交界处。哦，神秘哎。神秘感。哎呀。哇，带女朋友来不得了，来，我牵你，我牵你。我教你，我教你。对，带你去一个秘密的地方，很好拍，很好拍。帮我拍的啊。还好有一些树可以遮住树荫。哇，我们在柚子湖上面呢。对啊，你自己看。哇，漂亮哦。对不对？豁然开朗。哦。太酷了，太酷了。绳子都出现了，可能要是拉这个绳比较。其实还好哎，它应该只是一个安全的而已。
哎、欸，这边真的要穿那个高眼鞋或菜瓜布。来到绿岛，一定会看到这一家新开的，去年还没有。不错，不可能，耶、不错的位置呢。这边是蛮 chill 的哦，而且超多人在排队的。最后一碗喽！哦，好不想离开哦。那我先回去了。不可以这样。你在那边经营个什么什么什么小店吗？还是盖个民宿？对，蛮多小店在这边，现在越弄越不错。对啊，很多。我们现在在等那个爱转角咸酥鸡，第一次吃。最后一碗大概就是吃吃喝喝，每碗都吃吃喝喝。也是，也是。对啊。玩水、晒太阳、吃吃喝喝。对啊。好了，现在真的是疫情比较好一点点，然后天气也还可以，才有机会出来走一走。要珍惜。台湾有这么美的地方，太优秀了，太优秀了。好，走吧。好。蛋糕看起来很好吃，你看。原味生乳酪，这个有中我的那个想点的名单。然后它二楼非常 chill， 这是我每一次都要躺的地方。小心头，小心头。哦，这边真的很可以，就是正中午那时候太阳很大的时候来，对不对？躲个太阳。大家早，早安。现在是在绿岛第四个早上，今天就要回去了。哦不，哦不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昨天比较早睡，为了就是今天早上吃完还是出来晃一晃。对啊。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又来到慢慢去年有来，对，去年有来，然后蛮喜欢。现在在 Google Map 上面已经找得到它的地标了，所以很方便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环境。对，这环境真的很熟悉耶，真的是很棒。然后我们是12点的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可能就待一下就回去了，就要去搭去集合。去集合搭船了，很不想离开哈。对啊，觉得这个4天过好快哦。没错，绿岛这4天，没错，而且每天都是好天气。哦，昨天晚上有下雨。哦，对。对，稍微。对。但还是很幸运，很幸运。对，我们在玩的时候都没有下雨。对，都是好天气。所以我已经觉得我黑了。我也觉得我有点黑。对，这样好。真的有最后的对最后的阳光。好好享受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晚点就去搭船，对，稍微 chill 一下。chill 一下。晃着晃着，就搭上船。搭上船。舍不得。舍不得你。我都在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去台中。到3点多的飞机，所以中间可能还一个小时，然后看可不可以找一点什么咖啡厅坐一下，要不然就吃个中餐，然后再搭飞机回台北。我们回到台东了，在一个很美的地方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第一个晚上
有经过这里，那时候很晚，然后就说哇，这栋建筑这个花园真的很美，好漂亮哦。他们前面的那个花圃有特别种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花，真的好用心耶，很用心。所以然后这个是住家，它其实住家，然后一楼是花咖啡厅跟花艺馆，很漂亮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带你们进去逛逛吧，叫做普罗塞斯花艺咖啡，很值得。 Follow me， 你看一下旁边的景色，漂亮耶，我最喜欢的花叫什么？扶桑花吗？你不是最喜欢的吗？我没有特别看它的名字。弄在头上多美，好漂亮哦，好漂亮哦，还有黄色的，超大朵的，超大朵的哦。再跟你的脸比一下，好，跟我脸比一下，很大朵耶，超大耶，这种的很好耶，好漂亮哦。然后一个小庭院，他们的篮球场。对啊，办个那种小小的婚礼那种感觉也很棒。对，好棒好棒，走，我们进去里面看看。这个我也没看过哎，好漂亮哦，真的很美，里面也超美的。这种酥脆的可颂，还有我的花神咖啡，你喝吗？他的咖啡是真的用心在做的，超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喝，来，好，耶，不应该耶，啊，要回去了，哦，我蛮开心的是在最后的时候吃到好吃的餐点，然后好喝的咖啡，做一个 happy ending， 真的是 happy ending， 这真的很不错。对，之后会再去的地方，一定会，对，一定会，会推荐给你们大家。真的，无雷，对，赞叹连连，对，很棒的地方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喽。好，再享受一下，对，最后三分钟，享受这个太阳，最后三分钟的太阳。好，下次见啦！下次见，拜拜。